所有的朋友来个掌声鼓励鼓励，马上邀请我们的第一位歌手张雄伟来一首老歌《爱的》。哎，这是。累的一生。没关系，酒没有主持歌台是这样子。笑个嘴，你赶紧别笑个嘴。来，大家掌声。来啊，掌声鼓励，听一下怀旧的金曲。累的衣裳，为了什么爱人没有来到，没有来到，不肯让我接近你，叫我怎么好，叫我怎么好，带着一颗寂寞心，还会再见到，还会再见到，还会再见到，独自寻烦恼。啊啊啊！还记得你那一套，沾满了泪珠，美丽的衣裳。为什么爱人没有来到，没有来到，不肯让我接近你，叫我怎么好，叫我怎么好，玫瑰本是会开，谁知你不要，谁知你不要，谁知你不现场的好朋友们，哇，好开心，好开心，又再次回到我们这个歌台的大家庭，跟大家见面了哈。然后一开场就让大家破费了，谢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啊，线上的这个红包。那也要欢迎我们所有在直播上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好，那非常开心，今天呢，当然我们歌台节目的首位艺人，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哈、啊，非常的精彩，所以呢，开场先让大家好好的来听三首歌哈、啊，喜欢听好笑的，喜欢看好的节目，我们的两位主持人绝对让大家哈、啊、爆笑全场。来，马上呢给您带来第二首歌曲，也是怀旧的这个老歌，华语金曲《阿兰娜》，一起来回味。哇，蓝你好，我还说好久没有看到你，我刚好今天就写了这首歌，你看，阿兰啊。照片了不
我这颗憔悴心痛的希望。阿兰啊，你可知道我思念，你可听到我呼唤。阿兰啊，阿兰啊，我愿看到你欢笑，我愿投进你怀抱。阿兰啊，我爱你到老，怎么也忘不了。快来吧，我的家，建构我生活创造。阿兰啊，你可知道我思念？你可听到我呼唤？憔悴心痛的希望。阿兰啊，你可知道我思念，你可听到我呼唤。阿兰啊，阿兰啊，我愿看到你欢笑，我愿投进你怀抱。阿兰啊，我爱你到老，怎么也忘不了。快来吧，我的家，建构我生活创造。阿兰啊，你可知道我思念，怀旧金曲好听吗？好听，掌声鼓励听一下。哦，还不错哈，这些都是让大家回味的一些歌曲，谢谢。哇，你今天穿到亮晶晶的哈。OK， 好，今天呢给您带来下一首歌曲《Hokkien 歌》，这首呢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福建歌曲，好久都没有唱福建歌了哈。带来这首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Hokkien 歌》，会乡的歌。吃遍了山珍海味，也是阿娘煮的好滋味。秋风起，你起你吹，你起起刚起刚过，我已经是一个受尽风霜、吃过苦菜人。故乡的父母，旧年无看的好朋友，早已思念头壳疼，予你烦恼。
的飘摕来海角，也是故乡的回忆。吃遍了山的海面，也是阿爹煮的汤煮面。秋风一年一年吹，日子一天一天过，我已经是一个受尽风霜、吃过苦楚的人。故乡的父母，旧年无看的好朋友，早年的思念头有较疼，予你欢乐的歌。谢谢 ，Thank you 哈、啊，没有歌的最后一首的，没有了哈，好，好来，马上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节目主持，要看到他们两位搭档啊，最近真的非常不简单，因为我们的直播天王都在忙着直播，难得有机会回来主持歌台，我们掌声欢迎大家非常喜爱的王雷、李佩芬，谢谢我们的张琼。谢谢我们 VQ VQ 的阿雄 ，Hello， 李叔啊，头家啊，跟所有国台好朋友，跟咱大哥，哎，身体健康，抱抱一下，来抱抱一下，哎，太久没有见了，要抱抱一下，哎，真奇怪嘞，那肚瘤开始进步，真的，我们新年才遇到，新年这个室内的表演， okay. 那户外的话更久了。下一次如果真的要见到你就困难啦、啊。其实你怎么你身体哪里不舒服？什么不舒服？哎，给我一个红哥甲个人啦。你讲什么？古早嘛，那古代逐摆渡云机给我烧啦，我怎么烧云机啊？烧伊的云机。我烧云机，伊讲伊今日渡云我嘛。啊，这你讲。我无烧了，无烧。哦。啊，红妹你过温了啊？啊。我朋友啊，早两个月啊，两块过温机给死去嘞。是呗，来，你再做了，别嘞，哎、欸，是，老爷甲我讲，要卖贵啊，卖贵啊，卖贵啊，贵啊，我等过位两个朋友啊，过分去说巧。哦，安尼看啦，安尼看你无烧分机了，身体会有较好无？啊，没困会去无？啊，较好困，较好困。所以真正感谢啊，真正欢喜，转来咱的后港这个所在，每一年咱这个标间吼，咱的连上七音段，做这个大日子，头一个点名定就是王雷大哥。我那刚无啥啦，应该是两千年我做主持，一直到现在，到这个哦。谢谢啊，第二个点名就是佩芬小妹。真的，这个啊，那是我等你本来。对，我是惊你袂来啊。安怎嘞？等你大不倒生，惊你倒来。不，我只等你心里袂来啊，我等心里。抓你是那臭 Q 棍的，未来。我暑假该做，因为逐摆我讲啥话啊，伊就甲我切掉。啊对，所以我再讲恁老兄。别，头先你不是讲一个，头先你讲无恁阿伯生。阿伯，阿伯不会使啊。无恁阿伯生。哇，安尼古代是愈来愈严哦。真严真严，啊今仔每到咱阁有这个直播。恁老兄。未使，卖啦，卖讲讲。阿伯。卖啦，卖讲通够好听的。啊！予你发财，予你兴旺，予你顺利，予你大赚，安尼款，哎，会使啊？今仔包你开台啊，尔，你会使，你会使。来，咱一个热烈的掌声来，甲咱的高台的赞助人感谢一下。我们的黄雅英以及我们的洪兴全合家所喜庆，掌声鼓励鼓励。谢谢老板，谢谢我们的主席。真的每一次回到歌台看看这些老朋友啊，你看大家都健康，你看好不好，我四年前看见他们，四年后还是看到，你看这一位每一天拿到他的红包，因为你有我在，謝謝有在他一定有我的，谢谢啊，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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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是不是一见面拿妈的红包真的不好意思。给你搭档哦，这样看到哇，真侪好朋友来看，来看咱的这个搭档的主持咧。红包那是讲无错。那是无来，伊那嘛是无来。错呀啦！对对对，错呀啦！错呀！几个啦？几个啦？啊，几个有可能啦？有几个有可能啊？你家己。好啦，淑珍咧，淑珍咧，淑珍。有，伊这群对我真好咧。爱修理呀！爱修理呀！爱修理。修什么？爱修理。所以你是人一吼反常就真紧起车，伊袂啦，伊是反常，伊正常，伊正常，伊包红包给我嘞，哇！这个大反常啊！伊个包红包给我嘞，但是伊逐摆包红包给我，伊就爱叫加一个人行给我，你看对啊。今天有一个很可爱的地方，什么？因为我们的立新娱乐制作，哎，来了来了来了，阿关啊关啊关啊关，拍摄拍摄拍摄，一摊堆干苦，一摊堆我干苦，对对对对对，我对多多嘞，我一摊堆你在做什么？我干苦，我不知嘞。怕光光枪枪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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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伯来了，阿伯来了，哎，讲到奈何桥，阿伯就来了，对不？所以今天真欢喜啦，跟佩芬啊，万丈把它共工一挂，就是立新舞台秀，最近它的科技又提升了，哎呦厉害！是不是在看直播的朋友，我们马上讲那边的，马上的字幕马上打出来，有吗？有。哦，这个是手机的关系啦。我不知道了，我不知道了。过人也手机的关系。没有，我觉得是好像每个手机都有。看直播，现在我们讲唱歌就没有。还有哎，谢谢。唱。谢谢。妈妈，哪一位妈妈？牙好妈妈。哦，谢谢。哦，妈妈 ，OK， 谢谢。阿姨，啊，这个。悠哥。哦，悠哥。对不对？我头脑往后。你的头一第一号粉丝。还有她老公，对不对？她老公跟老公。谢谢。真的115我都知道，为什么叫115？不对嘞。我不知道，她应该是住大牌115。哦，115。对呀，我头啊猜不猜到？老朋友。115就好听，那是减一块就好听了。115都好，什么拢有，健康有，发财有。我出国都未使讲错的。啊，什么一摆一路来就未使吗？我不知道主持人在讲错的。未使啦。OK。那是你，所以你愈来愈无台了嘛。快乱讲啦你，快点讲错话啦！不是啦，不是愈来愈无台啦，是伊无闲啦。我喜欢。我一定是看过啦。真红的，真红。但是啊，你爱出来出，你哪会感觉爱来做歌台啊？因为啊，直播较好谈。呀，这歌台啊。错啦，歌台，哎，不歌台，我想说。你较少，你较少。因为不是，歌台比较好，我们不用彩排。也不用剧本，是告我们讲吗？我就喜欢这一点。我们永远欢迎你，好不好？永远欢迎你。不要讲偏话啊！真的。OK， 我问你一句话啊！现在直播有很多人在看，现场那么多人，轮到我问你一句话，你说来，阿丫。啊，我们的艺人。好，我们各位朋友，我们响起热烈响亮的掌声，欢迎我们的特别嘉宾。那是我们后港区国会议员陈立峰议员的莅临，来，掌声鼓励鼓励。每一年他都会腾出时间来跟我们的理事们寒暄，很多年了，谢谢。掌声鼓励鼓励。辛苦了，我们的议员好，我是佩芬，我是王磊，感谢代表我们的铃声庆丁涵。全体的理事会感谢您的大驾光临。对，谢谢啊。罗马精神步步高升。来，首先你讲到一半，我什么问题？哎，做证人啊，看直播的朋友，看现场的朋友，你说欢迎我回来，对不对？当然。你喜欢跟我搭档吗？当然。请问一下，你喜欢跟陈建斌搭档还是我？哦，只有两个，选一个啊。对。哦，那我喜欢跟浩浩搭档。都可以啦，你们不要嫌弃我，我就很开心啊。可以啦，我就想哎，我们的陈建斌又几路十大哦。哎呦，大家知道，对不对？他每年都进，都没有什么稀奇的。对，没。我们林如萍阿姨都挤进去了。哎呀，这个证明什么？什么东西？证明什么呢？新传媒没有人了。他 OK， 他开了。他
OK 啊，他一年都拍这么多戏剧，哇，对不对？陶晶莹一剧一部都没有拍都进了，真的吗？陶晶莹哎，真的。新传妹，你在睡觉是不是？哇，这句话只有你敢讲。真的是，真的是在睡觉。我觉得不是，你不要当新加坡人士。新传妹，你不好当新加坡人士手嗨，你知道吗？好了好了，不讲这个了，不讲这个了。陶晶莹都记啊。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呀，是不是很多问号？所以今天报纸就有登啦，就有这个有一些争议啦。真的好好笑。就说为什么？好好人家是台湾三金主持人，真的我也觉得蛮搞笑的。改天洪佩岑都记录，小 S 都记录。蔡英文不爱低调啊，来，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好了，不管了。总之我们歌台开心就好。是的，我们歌台哈，这个大家 support 一下。最重要，我们的希望今晚的直播啊，我们刚刚分享，好不好？分享更多一点，谢谢你们，人家知道，新加坡的歌台是这样的，是啊，对不对？那马上呢，来介绍我们辛苦的乐队老师，好吧，来个掌声，鼓励鼓励我们的飞鹰大乐队，以及我们的星光舞台灯光音响，谢谢丹尼斯，谢谢阿莱老师，哇，四千多。四千多人在线，哎 ，YouTube 还没有算哦。哦，还有 YouTube，我们还有 YouTube 哦。王雷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啊？不，那么讲，不那么讲。谢谢我都最近都怎么拍写了？因为我的 Facebook 已经中红标了，所以人数一直被限到不可以再限。不用紧，我们是打不死的蟑螂。是的。兵来将挡。是的。水来土掩。漂亮。好，那完了，接着下来呢，我们呢也要来现场看歌台的朋友也欢迎你们。可以啊，我在后港大排二号，我将会在10到10点半。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现场，热闹气氛感染一下气氛。那是金条林宝的嘴，真的真的，那个华哥龙的闹风闹风。气氛。来，那我们接着下来。今天的气氛真的不错。今天的气氛是不错。接下来我们一起欢迎下一位这个歌手，是我们的小樱花陈小欣。陈小欣，陈小欣，陈小欣。这个哪里是陈小欣？哎呦，这个是谁？变了嘞。感谢，谢谢你啊，谢谢。哥哥，这个是谁？好久，好久没有见到你，好久啊，一年也没有一年，差不多应该是。哇，一年没有见了，几个小孩呢？一个而已啦，还几个小孩？ OK 啦，还可以啦，继续啦。谢谢，不可以，你们的礼物。为什么不要做多一个呢？高龄产妇。OK 啦，几岁？可以了，要四头了。哇，人家林青霞也是年纪蛮大的，对，也是成功生产。你几岁出来歌台？8、9岁啊，好厉害！所有的现场朋友，现在有5000人的朋友哦，6岁几岁在歌台？8、9岁吧。8岁在歌台，这个证明了什么？什么？歌台比较好谈。没有啦。而且的话，你在歌台啊，还没有来月经，唱到差不多要收经了。这个算粗话吗？哎呦，要念经啊，念经！阿弥陀佛。对，都没有人这样讲了，讲姨妈来还是什么？没有讲那个制作来。还没有姨妈来，唱到姨妈要回去，这个感觉不错。姨妈要回去。OK， 这个 OK。讨厌的呐。那今天呢，这个还有没有唱老歌？不一样的感觉。不是因为看到陈小欣就想到什么，你知道吗？民歌。想到一些校园民歌。走在铁路旁啊，对对。还有。踏浪啊。很多啦。男朋友啊。小妹呀呀，小妹，男朋友，最近他都唱很多 Hokkien 歌了，谢谢。哦，最近你都唱比较多 Hokkien 歌，对对对。老歌台，他 Hokkien 歌也很多哎。叫这种歌，听有什么表情？但是今天服装方面要配合什么歌曲才适合？应该不能。凤阳花鼓。错。那什么歌？这首歌也是以前小时候每个听人家唱。想都知道什么歌？每条大街小巷，每个。错了错了错了！捧风棍，你请到春呢。十五的月，大家还喜欢吗？从荧幕上看，是不是很勾追很甜？呀，他们就40岁啊，够上。还没有，不是头发放下来40多岁，头发绑上去就可能还没有40岁。为孩子辛苦了，对不对？带孩子是最辛苦。对对对，带孩子辛苦。请问一下，你的孩子是？人奶还是乳牛奶粉、啊？你看着不知道是人奶还是牛奶粉、啊。不用看的啦，用看的目测就应该会了解是吧？哇，
你顾 很多呢、欸，人家喝什么什么什么，我姨妈来她也要顾，我有没有喂人奶她也要管的，还顾什么？我晚上几点关门？关房门，关灯，你要不要知道？来改供，来改供。那我们第一首歌唱什么歌？来送给大家这首《又见柳叶青》。对不对？这种更好听，没有人唱歌。啊、来听听看，我们的陈小静带来这一首《又见柳叶青》。感谢大家的掌声，也感谢我们的特别嘉宾。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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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差一点唱不下去，你知道？这个是辣，不是什么？好，来，那么苏小静啊，送我姚北清安，谢谢我们的这个旅行朋友的红包也是。好，那么今天呢，也真的很嗨哦。你有点歌，可是我不是会唱这首歌嘞。啊，这首歌叫什么？忘记你不容易，我偷偷看，我还你点忘记你，我做不到。我以为你这么 fashion 呢，听张学友的歌。哦。我知道是老歌，但是这首歌我没有唱过，70年代哈，来你给我回去听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不熟这首歌。来，那么这次呢，也要祝福我们所有看歌台的这个，大哥大姐，大家都可以今天晚上可以非常愉快的观赏我们的这个，娱乐节目。我来也要跟我们线上的朋友说，Hello， 这是外景，谢谢，应该正经妈妈，谢谢。我看到他出来，我就知道红包是你给的。来，那么继续的第二首歌曲呢，来为大家安排这个
早期的一首风景光非常旧的一首福建歌曲，来谢谢大家，来送给大家这首《龙珠旅》，来谢谢大家。现在很熟了哈。看到大家好多的我们的长辈们的嘴巴都有在跟着唱的一首歌曲，一首很旧的一首《变化》。我知道以前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在我妈妈的这个 pickup 上面，那时候是用 cassette 的，还要按出来，有时候那个嘎短那个 cassette 就不可以用了。哦，这个我还记得，一个小时候一嘎来点，我来七七七七七，快用 death band 都给咬出来，你看对不？是啊。他的头脑不知道装什么，全部都是那些什么想象力丰富的，歪龙都拿来头脑来源的，爱爱点头，爱呀就睡的要来源。
我刚睡了，那你怎么洗衫了？我拍拍片片了嘞。好，来唱了这首这个，龙珠女也看到这个好多长辈都会唱的一首福建歌，想必这个在场应该很多喜欢听福建歌的朋友。来，我想继续呢，还是送给大家非常早期的一首，福建歌曲，来送给大家这首《好利片》，你再来献给大家。是是是是是，可以可以，我每天在 Facebook 都看到你。是吗？对的。你 follow 我吗？有。讲变化你。真的有啦。讲变化你。你六十多岁了还在意这种吗？没有，就是老朋友。有没有？要那个 follow。哦，就是你要关心我啦。要有分量的人 follow 你，还是怎么样？认识的要。哦，要互相追踪关注一下。对对，有一个礼拜王雷没有在 Facebook， 可能出事情。哦，应该不可能啊，你每天都在。对，很难啊。啊，俊哥，你给我红包。好你很红火了，你看，你在有雷波，你看下波就来了哈，这红包不要紧，有雷波雷不要紧的，你假讲有雷波雷，不要紧的，要加些红红。
后咱心就欢喜了。这个安尼看喽，人会讲哇，这个司仪好，哇，迄足够带够人的红包。你是家己讲家己咧耍，还是买买咧给我啦？叫人嫌累赘，你笑的。你看这款人，咱人给红包，佮问讲有累的无？无奇怪，阿叔。咱这卖物件有过期的无？食品局我严的，你这神经病啊！食品局啊，那我们一他大概他几个月来查这些拿东西去化验的，开玩笑。我在做闺女的直播，你家己买龙头啊？那龙头有欠美食哥你夹无？无啦，用水晶的龙头啦，用孟加拉昆沙的都摸了一罐，对不对？鸟吃我嘴罐。哎，你难得这样谦虚嘞，我无要甲你借啦，你放心啦。龙头卖五斤卖变。变大斤啦，昆山的人就满了，伊讲。真搞啊，有可能啦，真的真的。龙头一大斤。没有。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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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今天我们女士的衣服不一样哦，我们的 T 恤。越长越大，你越来越漂亮。他就是阿 Get 的孩子，对不对？谢谢。对啦，那我们来他的神坛的时候，还在读小学。到现在哈，真的很漂亮啊，亭亭玉立啊！谢谢阿杰啦，你家有个这个千金，很漂亮。激动激动激动！哦，激动啊！对对对，激动也找不见啊哈！所以呢，很多时间都奉献好，让你心别好，让你心多。也是啊。所以众心不比。一生就献给歌台。哎，一生啊，对不对？老会高高细掌会。所以我谢谢歌台。哎，多十年呢，你看会变成怎么样？对，我谢谢歌台。因为所有的机会都是台主啦。观众啦，观众啦，粉丝啦，给我们的。为什么我的台越来越少？为什么？因为你做直播，不是一直讲粗话，没有人要听。哦，没有人感情啊。因为讲粗话。其实你可以拔灯的吗？今天有按的，按一个拔灯。可以啦，我好变变都来晒。你有搭档，你也较 control 啦。你哪一个人？你好像一匹野马。因为我那个尊重你。有讲错的，哎，伊查某囡仔计袂够音嘅，哎，你唔知啊？哎，用心啊，对对对，哎，三十几岁，要配分三十几岁嘅处女。来下一位，我们欢迎下一位要出场的艺人，掌声鼓励欢迎陈刚。我厉害，我厉害，直接给我砍掉。哎，大家好，大家好，王力大哥好。哎，佩芬姐姐你好。哎，陈哥哥你好。玻璃嘛，哎，阿伯啊，讲你讲请安。阿伯哪一边呢？阿伯哪一边？来来来，请讲。我久无跳档啊。阿伯真久啦。哦，时常都有在。有。只是我们没有看到。看直播的朋友，他就是我们的本土的歌手。是。他是我，他简直是神的代言人。啊，神的代言会，你再讲。哦，谢谢。跳档。来一下，来一下啦。跳档应该是叫。神的代言人，激动，是啊，神的代言人，对，也是因为都是穿过，那林甘南的人会知影，对，这个也是做一种功德啦，对，啊，你跳什么档啊？最，我跳什么档啊？跳什么档？谁跳什么档？安档的一个版本，跳什么档？跳什么档？哦，对个，加那个零三七五段，那个二阿弟，对，哦，几岁啊？几岁家己真正是讲？几岁啊？我18岁开始。那你今年几岁？今年42。哦呦，他哥哥有42哎！每个地东啊都有一个师傅，对对不对？对。到现在还是一样吗？谢谢你姐，还是一样。谢谢姐，谢谢115 115。啊，就是115。黄爆料，谢，感谢阿伯。喂，阿伯你讲什么？问聊代志啊？有师傅吗？有啊，一定要师傅。有。不可以无师自通啊！对，没有啦，所以每个乩童都有一个师傅啊，都应该会有哦。哎，比如说那个灵山庆华啊，那个这师傅啊，这个师傅就是灵山关中大哦，对的哦，就是哎，对，你很了解，哎，这个了解，哎，这个是代代相传，这个是很好的，就是代代相传，是把我们新加坡的道教的文化再传给下一代。我也下批，下批，我政府讲啊，会使 excuse future 啊，下摆来要学这个，来啦，阿你看。你干嘛？不然阿妈传承你了。我们议员在那边，议员在这里，叫他去国会那边发言，好不好？可以用 Skill Future， 不要，太麻烦了。有credit， 买呀，就用 CDC 天牛。哦，哎，可以。保证 CDC 天牛。可以。对吧？也在。拜。说王雷抢的，全国 CDC 可以在庙里面天牛。哇，阿你看，大家庙街都有一把捆住。
怪听的。无啦，伊欠了，伊欠了，咱咱的李叔欠的物件，叫去叫去 supermarket 买。哦。因为你会使互人个嘛，无讲啥个名，啥会使。对。诶，今仔把都先行过吧，小政府。哦，对。慢慢行过吧，慢慢论论到七个坡道，去袂讲唔敢来拜。用四滴四拜坡道。会使。这个 OK 啊。只要是你们觉得是用在刀口上都可以。就祝福帮助大家，对，来上饼上饼，我来好练。哎，这个食色，这个去龙门厝的拜行的，我咧过台26年，哦呀，头一摆人送苏打饼，这个配麦咯。我来以为对啦，配分做我讲的，这十摆都得拍着的。啊，无你拍针拍完了，惊你晕，伊就给你这个；，无你去抽血，伊嘛给你这个。有心人分啊，爱食。一桌三地，一人一地。哦。一人一地。有讲一人一地咩？无，有福同享。哦。头一摆看做古代食烧豆饼。我咧，我徛了遮无啥物好看，无咧哭落来。我哭。我讲，这烧豆饼，超凡就讲，阮公比我本是袂歹。不要把它放个老人来看。又哭。哇！真大，老人家吞不下了，我老人家吞，我老人家吞不下了。你刚刚给我切我的衫，我不要。我弄。无啦，都好，有一个水水地的老老爷。哇！你老一派。我是怕你老死老死，才叫你骂。我跟你。我的人真老实，我给你夹起来。你怎么拜老的嘞？老老人家，我收了，没得过。我你说，你使开店吃了，你可以使讲话。你破我几遍嘞？你都差不多的。啊，你一又喷出来，一阵都好，你嘴开了无？还多贵哩？我喷到了。有水啊！阿伯米酒啊！这阿伯兄弟啊！感谢！你讲骗话，你闹啥哩？阿伯啊，配国宾好会较好啊！这人阿伯还有给这个咖喱包哎！哦，这个还有这个蛋糕。对，哎，谢谢。你特别安尼款唱，哎，无你安尼款唱一条啦，对啊，换一个平衡。你特别咧唱跳动啊，你咧唱歌特别唱流行歌，你无猜着家己写首新歌。还没有人写到这首歌，按照你出来做祈祷，按照你为庙敬服务，按照你出来救世，还讲你会使写到条歌。哦，无，因为歌台嘛，你只靠跳动唱歌台尔。对，是哦。要紧啦，你爱听咩，我教你啦。你意思叫我唱？无，叫你跳。我自己祈祷。你买两份啊？我老师，你的歌我听真好听。开玩笑，做效果上好的。舞王，无像李哲，即摆我平淡的，真的。那个老高伟，威乐是啊，真平淡，拢总不爱做效果。愈来愈大牌，是了，你唔敢讲呢。我不觉得他蛮老高啊。你人轻轻快快，比较有 feel 啊，哎，有腔的，很多人投诉你，即摆真平淡。吃那个大饼，请你5000块拍，你拿在烧温机里烧。哥，你要唱什么歌？唱什么啦？来，我是讲过吃苏打饼的。我咧坐咧唱啦，我哪陪你？我坐咧唱。啊 ，OK 啊 ，OK 啊。你唱什么歌？为滴你徛唱，还是安尼坐唱，还是安尼啦？对吧？问对来了。怎喏？你叫唱一条歌3分钟啊？恁爸63岁，愈苦愈爱卡路里。我你才硬坐。你坐啦，你坐。你看咱胃苦，咱硬坐嘛？你想老人家，大家会使咱坐啊？啊，你安怎？不会了嘞！我不可以这样子做啦！很难了啊！安怎呢？我是政府的一份子，建国了，你知道吗？那你躺着吧，躺着吧。哎，你别躺，不然倒也跳。反正以后你要躺很久哦。老师，我们第一首歌曲唱哪一首？哎，我跟你讲啊，安尼款秋歌啊，较艰苦唱。较艰苦唱。是啊。你老人家搁再有一个问题了。无枕头，你会歹笑啊？啊，你看到安尼，咱前后加工，咱试看卖哈。老师来 music， 什么歌？第一首歌。什么歌？东山再起。哎呦，这首，哎，这首，哎，这首好歌，不要乱猜。这首好歌来了。
哎，在台湾呢，这首歌是相当受尊重，是，真的真的。诸葛亮有翻唱啊，这首歌。他原唱啊，笑啊。诸葛亮，诸葛亮是原唱。他是原唱哎，哦，没 key 没 key 没 key 没 key。将死的失败，免怨难谈。路撇着爱较勇敢，有时天的光，有时天的暗，也袂永远这呢惨。地好开人窗，发水袂简单。地路撇人行人，世情这冷淡。想着予人失的汗，叫一声落魄的男子汉，着爱唱出沉重的难关。黄山再起，名声搁流传，永远留予人地流连。好，好，谢谢。这首歌我好没有学。将死的失败，不免怨难谈。路撇着爱较勇敢，有时天的光，有时天的暗，也袂永远这呢惨。地好开人脚人，发水变简单。地路撇人行人，世情这冷淡。想着予人心的寒，叫一声路撇的男子汉。就爱去唱出梦中的难关，黄山再起，名声搁流传，永远留予人地流连。谢谢。替人行人，世情这冷淡，想着予人心的寒，叫一声落魄的男子汉，就爱去唱出梦中的难关。黄山再起，名声搁流传，永远。我让地流乱。再去吼，唱歌唱歌吼，唱咧唱一半，搁淡薄苏打面的味。哇，头一摆唱歌唱一半有苏打面的味，你讲淡薄鸡棒是倒哩款的。来，真正感谢咱个零三七音团哈，感谢咱个即出钱甲出力头家哈。来，祝贺咱个零三七音团，九兴旺，九世万年啊！也本来祝贺咱个零三七音团，蒋新平，千秋快乐，万寿无疆。祝贺咱个零三七音团，咱个阿伯，祝你。我还没有哇，阿伯讲了啊，来了啊，被我讲过一句，给一个什么？祝贺阿伯办公顺利，信徒满天下。地来的地来的，你看我今天的金都是地了。啊，谢谢啊，红包要拿回去吗？那个你讲不用了。
哦，来，我以为，哇，过来看一摆，夹红包排队的。哦，来，干妈，谢谢你啊、哦！来，啊、哦，我的甘姐姐、甘丽姐姐，谢谢你啊、哦！哦，啊，包包到我柜下给他叠落去。啊、哦，来啊、哦，来，今天感谢哈、哦，感谢我们的这个立信娱乐制作呢，啊、哦，来到我们的这个七音堂哈、哦，来把这个歌台节目呢送给我们在场的所有的朋友们。接下来安排一首，什么物件冻到几点？你是问我冻多少冻到几点？再一点贵。OK， 来啊，接下来安排一首比较抒情的一首歌曲啊，也很少在歌台上呢，听到的一首歌，当然这首阿杰娜的一首《最近一直的》。海边来来又去去，有太多记忆，快乐比想象提起。脚印无相对，沿着海岸一路去，谁知影你伫倒位？特别寒冷的冬天。看到一杯乌咖啡，想体会为什么你会这爱一个你。苦苦的咖啡，泡出天空的香气，饮落才知是可能无你。最勇气，点火点火点一直对，我一直对。咱做的一支烟，咱做的一支烟，我可以看开你，感情被忘记，一万谈个意，不怪我对你太痴。
比较来本地一首歌曲啊，本身也很喜欢的一首歌啊，来自阿杰达的一首《最近一见面》啊，这歌你当然也知讲安怎大三运两个不结婚，一个是也来放红包，另外一个也来放地球，放什么咯？真的呢？你看我手拿地球的，哪知道我放地球的，知道我都放红包，啊，那阿伯。 做大饼啊，过来来，跟我在那边烤去啦，啊，是不是啊？那都好了，坐落去拢脆脆啊，免爆嘛，我做出来给倒落去就好了，啊，来，等下，啊，哇，你人很好呀，两个大包向我边啊，你看我感觉都不怪怪的，OK， 来啊，接下来来安排一首哈啊，也是一首福建歌，啊，我们来打不一样的节奏，好不好？来带来这一首。 闽南仔掌声给我们的全场伴奏，我们的飞大乐队，给我们的星光舞台制作。 一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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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伊就要离开我，你哪知你是别人的心肝，希望你的眼神看见幸福的笑颜，我对你的爱也孤单。是我最大的勇气，小日小夜命，予你当作靠山。不管安怎，不管可歹的心情，你有我，你有我，你袂嫁别人，我只有你。你哪知你就要离开我，你哪知你是别人的习惯，希望你的眼神看见幸福的笑颜，我对你的爱也孤单。你就要离开我，你哪知你是别人的习惯，希望你的眼神看见幸福的笑颜，我对你的爱也孤单。
的成功，谢谢。Thank you, it's very much. 你看，你看，你看，吃到没有 ？OK 啦 ，OK 啦，我没有这样，等下人家工作没有得做，也不可以太清洁。可以讲这样的话了没？那不可以太清洁，太清洁那些清洁工作需要做，没有工人了。现在去到哪里用机器了，你知道吗？呀，弄脏了。机器。哎，真的，真的，真的。家那个吹毛工人，穿个老人家啊，快退休，爱做 part time 就讲。他们要 upgrade。upgrade 什么什么皮？生啊，什么生啊，那个学手电话啦，很好啊，叫人七十几岁去学手电话啦，很好啊，你好讲哦，有直播哦，有啊，我有在学。我你刚刚老弟发呆，我变真紧的。因为我们的直播开始是在歌台直播，如果没有做是在2020年前，没有，我如果正式的2020要七把正式进入。直播2718，哎，我们没有在 Facebook 直播，其实我们已经在场外啊，像自己的平台。我们在哪里啊 ？Ring TV。之前啊。是 Ring TV， Ring TV 应该多点了啊。不懂嘞。应该多点了。我还记得他的老板叫 Brian。啊，对。可能做别的事情。所以你看，我们就2020就没有歌台，很多庙当时全部转入棚内。包括我们的 CC， 很多门联络所都在我们的线上做歌台。那时候我们几乎政府在推广，叫人家要打针啊，要戴口罩，最少了，单单这个2020到2021的时候，最少100场。COVID 的歌台 COVID 啊，有应该有，应该有100场。我们立新网络直播台哈，横扫千军啊，对，全部都是艺人包，独霸市场。我很喜欢做直播歌台，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可以批准我在直播里面卖东西。对了，人家唱歌唱到一半，我连就拿一个 styrofoam 的 box 来。厉害，我全部靠你嘞。没有了，不要这样讲。真的，你太厉害。靠那些买的。不是你太厉害，讲话了，你忘记了。互相啊，我在搞笑。所以我很尊重你，因为曾经你也替过我赚钱。应该的。他没有酬劳了，他不会说我给你补，你补给我，他没有好讲道，没有。你也 OK 啦，你看我们需要充人气的时候，王雷也常常加入我们的直播，对不对？大家互相帮忙。我们帮忙的方式可能是不是讲白的啦，就是可能是默默在背后，谁有需要的时候就挺身而出，对不对？如果你结婚啊。爱做惊西破，你知道我？什么是惊西破？就扮男啊！啊，扮男啊！扮男啊！扮男啊！会不会越扮越难？不是，扮男啊！你老我就咪。大伯，你的翁的鼻是不是错？哎呀，你叫扮男，无叫什么？还扮半月嘞？我老不要紧啦，以后要是失业的话，再去你公司上班。OK 啦。我有一个小妹在你的公司上班嘞。做 part time。对，她之前比较辛苦找工作。那边 part time 很多。对，很好。那我们在这边呢，也呢，借由大家的掌声，我们呢一同来欢迎我们后港基层组织顾问，我们的 Mr. Chua Eng Leo， 他也在我们的现场。好。也我们给他一个欢迎的掌声。他也是每一年也都给我们。有诺士，来，所以我们今天现场的好朋友，应该如果跟他搭档这一场，早知道叫他上来报。下一场歌台，我应该是要跳到七月歌台。农历七月应该不用这么久了。我希望，5月、6月的真嘴关帝公司嘛，关你骂嘛，我现在可以接啊。但是可以不可以讲粗话？可以讲粗话，我就来。Cannot. No true. 不会粗啊。讲油话，卖粗粗的，卡油的。我习惯了啦。可以的啦，你也在 control。OK， 我跟你搭档，我可以 control。那真侪是阿伯哦，今天做 OK。真侪，那你阿伯哈，那来敬阿伯。感谢。那所有的歌台的艺人哈，阿甲恁请安哈，希望今日听的歌曲阿伯拢会介意。感谢。今天我们呢是我们的自由餐给我们的嘉宾来这边。假啦，啉啦，因为每一年，我们的庙啊，灵山千段啊，如果没有错啊，如果啦，草啦，25年，25年，最少，我不知道理事会归你理事长，你看，你开段第三年，我就来做副歌台，我厉害，每年的咯，只有那个 COVID 的时候，2020取消。
跟2021、2022没有。你不在新加坡？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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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政府不批准啊，不会歌台啊，那年啊停止歌台，就没有停过。所以有一种革命情感就是这样。感谢感谢。一充电的话我们就来了。感谢感谢。谢谢谢谢。那要感谢我们这位也是我们歌台的这个策划人。这个漂亮老板娘，哎，对呀、啊，而且啊，我一直在网络啊，如果我没有在歌台啊，我一直听他最近一直在换歌，我觉得他应该走闽南语歌曲。哇，最近他还学了一首歌叫《50年以后》，多么流行的一首歌，对对对，很浓很浓。对啊，好不好？来，来啊，掌声鼓励鼓励我们的袁景小姐，哎，老板娘哦，感谢老板娘。也是瘦的，因为我最准的都瘦。听说王雷胖了10公斤、啊、我胖了11公斤，太厉害了，11公斤。那要怎么胖呢？我一直想要吃胖一点。宵夜，宵夜，因为我要吃光明。我现在已经每天也是有吃宵夜的，每天 ，every day， 我也是 every day， 也是有吃宵夜。OK， 你的宵夜几点？啊，宵夜11点哦。我的宵夜是1点。谢谢谢谢。哎，你吃了怎么睡？讲到胃酸很容易倒流。对对对，我们这种上了年纪63岁啊，单单讲一碗米呢，我自己还怕屁更。所以王雷的食欲很少的，很少。他一盘哦，叉烧饭，每次吃10口那就老了哪个去夹，老了哪个就夹到破。我跟你讲，这一点我可以证明，因为以前经常做跟他的团出去啊，他每次还没到时间一会儿他就。哎呦，搬动呀，搬动呀，搬动呀！等一会儿，最快吃饱的就是他。哎呦，金爸，金爸！对对对对对。小鸟胃，谢谢阿飞。哎，等一下，等一下，谢谢阿飞，感谢阿飞。阿飞，祝贺你会舞会很好。有没有福建歌？我觉得你应该搞一下啊，唱一些旧的闽南语。对呀，我就是今天就带旧的闽南语歌曲。哇，你素贵红出的哦。我听了素贵红，我听了四五年了。阿妈话，别人的阿公青花树啊，啊青花树啊，做人的心不就在道理，扎扎起裤就弯弯，扎扎起裤，扎扎起裤，对啊，做人心不你就要扎扎起裤啊，弯弯起，恁爸福建人咧，甲恁爸啊。我啦啦啦啦，我啦啦啦啦啦，困啦，扎扎起啦。我厉害，我唱福建，竟然被一个上海人来纠正。扎扎起捆，娃娃起。扎扎起捆，娃娃起。都是蛮好的啦。娃娃起捆，扎扎起。要学这种民谣啊。我其实以前也学过这首歌。安平追想曲。心情灰暗，灯摇。全部都是邓丽君。其实我跟你讲，我学过这首歌，但是后来没有学好，因为不是，我觉得他的。他的福建很拗口嘞，绕来绕去，好像唱不准这样。我就不敢唱。如果你唱这首歌，我跟你讲，天来最少一天要听3次，你每天用电话的 video call 唱给他听。所以是吧？是为老辈。安平最想听啊，老人家就老人家最喜欢的。绑春风也没有问题，绑春风他。这首歌我最怀念。什么歌？我阿公嘛，最喜欢这首歌。安平追想曲。他以前住上马路啊。那时候我们一直放这首歌给他。结果呢？困，听到困去出山去。哦。那这首歌，来，我不可以唱的。叫我，不是。叫你。袁景。袁景。我叫王雷。来，叫一个。你，阿伯叫你星光。哪嘛？王雷啊。啊。哥乐啦。哦哦，是我。哦哦哦，所以啦，我到多岁时啊，别叫你啦，叫个星光去啊，去阿伯 Lucky 啊，不是 Lucky。刚刚我跟你讲，我来的时候啊，还被他讲了一下呢，他怕我骗他。什么？我说哎呦，王雷大哥，你有胖啊？哎，胖了好看呢，热松吧松吧。我现在很多人在，还有直播很多人看，我跟你讲，胖了好看。胖好看了。哎，对。好看，好看，好看！他今天都跟他老婆庆祝红宝石婚礼，哎，红宝石嘞哇！是别样啊，我就在哎，外婆给没对人照。当时我在赌的时候，真的我的老婆应该是跟别人了。说句老实话，不要讲老婆了，阿伯在等你了。我市长你阿伯，我高人市长你就来讲啦。你去，你去，你去。哇！阿伯要跟你庆祝，阿伯要跟你庆祝。我请他喝酒。哦，
阿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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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伯
36年哦，这几年没好过，我觉得这一两年我有赚钱嘛。有。妈的，我昨天拿上个礼拜买一粒钻石给他。真的耶。哎呀，他肯定被丢掉。为什么？为什么？玻璃的是吗？不是，因为我在深圳买的。哦，假的假的。啊，你结婚几年哦？我有没有十年？有了有了，有十多年了。对对对。为什么你好像问你结婚几年？还是这样拥抱了？因为你四十年，我怎么敢讲？对啊，我红宝石婚呢。对呀，Ruby。有啦，我怎么？那你唱哪一首歌？然后王雷去服务一下。满春红吗？你刚刚讲的吗？满春红啊！啊，可以来带来这首满春红。啊，美国的老歌，啊，老歌，这首是后面的老歌，40年代的歌。太久没有来歌台。王雷，比较亲切。那是有小弟在家给你吗 ？OK。那是有红包在夹一包娃娃。2024开运啊，开运亏温啊，金白，
非常的金白，金币，金币啊，就是金白啦，金白 ，Thank you，Thank you， 哇，我按摩也 Thank you， 谢谢侬，谢谢侬，谢谢，感恩，谢谢。From the Shanghai 啊，原产国上海，然后呢，外销到新加坡，对，外销到新加坡。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把我们舞台的宝贵的时间呢，交给我们远景好歌喉，来为我们呢带来什么这个继续的，接着就是带来一首歌吗？不是，接着就带来一首，就是刚刚你说的，因为刚刚学会要多唱一下练福建歌，练到过没有？那个五十年以后是吧？这首五十年以后是，其实整个歌词的概念概念就是他写的非常的好，就是其实他可以，我觉得他可以描写就是一对夫妻恋人，也可以描写朋友啊各方面。我觉得就是说五十年以后你还能在我左右。好像五十年以后，我也希望你在我左右。当然，对我们的朋友啊，五十年以后我们再回来。对呀、啊，再回来我们这个七音坛，因为我们刚才王雷大哥讲已经有20多年，对吧？27。哎，27年，那50年以后，希望我们还可以回到我们的七音坛哦。到时我们呢、再继续延续这一份友情，就可以做百年大庆了。对。好的。我们带来这首目前的网络呢，跟这个夜店当中非常的流行的一首歌曲，就是这一首《五十年以后》50 years later。哇，有一点是 very good。感受那夕阳的温柔，听我
Thank you.
掌声，感谢感谢，谢谢大家的欢呼声。哇，这钟头是要看过哦。因为家你主持啊，你输个起卡动手，所以我就要穿淡薄 protection。阿嬷 is called protection， you know？ 起卡动手，阿嬷讲什么？起卡动手，阿嬷叫 protection。无啦，起卡动手。啊，起卡。啊。Up the leg and the up your hand 啊。啊，卡卡卡。那个大细声啦，特别你讲啥啦？就特别大声，想讲赢啦。诶，细个一套。大声爱会准，细声爱会稳。不要不要不要，厉害厉害。对啊，你大声无黑的，你大声。新加坡做呀？无无无。你会使，你不要。外国做的。你不要试看卖。安怎？诶，今日半暝十二点前啊，咱快坐最后一班的 MRT。你错流浪鬼。不会啦，因为我觉得不会啦，是好像抄袭。什么抄袭？你才抄袭陈雷嘞！没有，你抄袭我有看到。最近我去哪里？把太阳迪芬尼阿瓜秀。喂，刚刚想到。拍照，拍照，一百拍照，快来拍照，拍照来了，拍照来了，不要走了。拍照，来，因为今天很开心。哦，你不是要去泰国了吗？要，后天 啊，大后天，大后天，大后天。好的。大家都知道，咱的庙经哦，连山千英团哦，已经开始计划爱不会回收，就是要有自己的地方。好简单哦。对，真的，这个计划是非常好，因为以前没有方向，现在已经有这个方向，我们的目标，对，已经要开始要筹款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最重要第一步就是今天。我们的理事会卖那个红包，以前你们买的红包10块钱是作为活动基金，今天你们的红包就在今晚开始所筹得的红包或者是服务或者是标物都是归纳我们的灵山七英团的建庙基金，这样是还不会回收了，所以我们开始今年2024年开始要开始筹款。是，那因为啊，新加坡呢，在这里呢，我们的所有的地契也好呢，这个要30年吧，要租的地方也好，都是30年，这个价位都是非常非常的高，因为你知道啦，我们寸土如金，真的，所以真的要靠所有我们的善男信女们大家的帮忙，我们才可以呢，早日呢达到我们本坛的目标。对，这个龙运杯哈，我们的理事会下去卖红标，一封是2块大。嘛是小小一封红包10块啦，就是这个拜，给你拜三的买票。哦 ，OK。拜三的买票。拜三的买票，后日啦。后日的买票，所以等一下我们的理事会下去服务。对，红哥安弟，大哥大姐，10块啦哈。啊，所以你看，这个买了这红包，就是爱让家己不会回收。之前去年呢，可能是我们是活动基金，了解，对吧？就比较不一样。所以头先阿伯交代的，对，更开心的是怎么样？来，今天有很多我们的联络坛，我们的师兄师弟、都来我们的本庙热闹，所以有他们的到我们的现场，所以我们今晚才那么热闹。所以那么来，今天来看一下后面。哦，哇！来，我们一来热烈的欢迎我们灵山关中端的阿伯跟李叔，继续来自我们的灵山齐英坛，谢谢哇，你们在那边，好，我们的灵山东府殿，再来就是我们的义顺新福堂，很好短，感谢我们大家兴啊。做这 LED 特别哦，对，特别的啊，无顶摆咱一用就对做啊，对，所以今天大的名吼拢画个清清楚楚，哥他一直在提神，一直在提神，这都是哈老板交代的，然后所以呢，感谢大家，希望大家感受得到我们的用心，对，所以等你卖李叔哈，一个有没有下去卖了啊？你帮大家加一个十块，把你赚钱赚搓搓搓，对，十块，今天真的是我们要啊，你们的10块钱就作为我们的建庙基金。对，那我们啊，这个铺桥啊、做路啊，都是很大的一份功德。这个你真少看到一间庙，庙太贵了，没有办法。
所以每个人就是在工厂买，在工业区买的比较多，买的比较多，因为住面划算。哇，买的那个价位都要整百，做到了应该要整百万，应该，而且整百万是用30年而已，30年了，所以你如果你要用啊，继续喽。再续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希望大家一份10块卖，是啊，不要小看这一个10块哦，有大大的功德。来，谢谢我们哎，我们的理事会在哪里啊？10块不红包，红包的在哪里卖红包的？来了，阿伯，请你进来、啊。阿伯开光了。阿伯，下去服务啊。哦，阿伯，请你亲为，谢谢。因为今天是见了加10块。阿伯啊，啊，咱庙吼，真诶，咱家己嘛爱徛较好诶厝，莫徛凶破厝，会漏水诶厝。即久你这10块会使甲爸斗下手，咱诶单啊起一间庙经，互咱诶神明会使坐甲舒舒服服。遮风挡雨，对，就继续的保佑着大家。咱这个庙经哦，咱这个神宝已经27年哦，27年了，但是历史相当悠久，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捐出一份10块，捐出大家的这份爱，是的，好是的，谢谢大家。来，阿手的来哈，我拎包啊，我拎包。哇，这个很特别的，很大包，接哈，我把看过的。谢谢阿伯，刚阿伯有分这个水果。哦，叫叫大回包，这个叫大回包。就是银钱的艺术。对对对。哎，烧的嘞，那个，哇，刚才那个 Garin Park 也是烧烧的。哦，兴旺花，哎，烧烧的哦。这个我给我老母吃。这。哦，伊拍麻雀袂给人包。OK， 伊上重要。阿兰。会使啊。阿兰姐也是啊。阿兰啊，自己个阿兰在退休。在烧麻雀。伊拿政府的公积金，在在拍麻雀呢，对阿家个。有赢吗？有来去吗？有赢吗？你逐摆嘛穿红红的去拍。看一边，敢那吹艺术到即久，吹。袂啦。正月吹艺术到清明嘞。但条输，咱就无去拍了。哎，最近我因为那个台湾的紫微斗数啊。啊，对。对啊，很准，西北准那个神经病。对，他叫什么病啊？詹维忠。哦。很准啊，那个太厉害。对啊。来，阿伯。阿伯，阿伯有东西送我。阿伯上金秋，你开玩笑。哦，两粒两个。两粒。相相对对，万里富贵。阿伯，我哩阿伯上金秋啊！哈哈哈！阿伯上金秋。韭菜，包蕉，这个包给金蕉啊，金蕉叫包蕉。哦，包蕉。啊，包蕉。哦。对呀，这个好。卖公包蕉啊！包蕉就是冰冷的朋友，包蕉，包蕉。包蕉。来，要么你看啦，叫卖啉酒就啉酒咯，啉一酒就去放尿咯。你都有哩。我们哎，你下去打，你看看。OK， 来，你放，这没有叫司令唱啊，好不好？掌声鼓励我们的林诗玲。来，你打。来，老师，你们啊，可以。不用回来，可以回家了。来，不用了。给帮我打鼓给大家看，我已经差不多要生锈了。来，生锈了哈。哎，小宝嘞！小宝，掌声一下。哎，直播的朋友不要一直坐在那边啊，我把放到刚才躲背公哎。今天要 close up。哦， close up。哎，他那边有 cam 的。是吗？啊，那边 cam 啊，前那个 cam 啊。谢谢。你可以点歌。点歌。好大力就来过了。开门见山。还有什么歌？站在高杆上。还有什么歌？我都不会。你都不会。啊啊，轻松的，轻松的。酒帮，我最厉害。酒帮，啊，无你就恁来使无？你就袂晓啦，安尼。小妹海王会使无？小妹海王，什么 tempo？ 嘟嘟嘟，而且好像是哈瑟，还以为我这样厉害，哈瑟的。我还第一次看到穿高跟鞋在打鼓的。哎，袂入，配满到这边。是你较心碎者是无？哎，什么歌啊？小北还玩啦！哎，我们今天换一下。哈瑟吗？哈瑟很容易的。哎，我给你吹，你还个清明，清明你还个七个瓜。谢谢。来，什么歌名？什么歌名？小北你还玩？晓得了，老人家都没背记。哎，我们这一次随讲随背记，太久没有在歌坛了。对，有点不习惯，对不对？有些歌词我都没有背，都忘记了，对不对？真的，真的，因为太久没有回来了。因为最近的工作都在记产品，对，产品比较多，歌词比较容易背，还是产品比较容易背？产品比较容易。老师，哎，没有。老师啊，你叫他登出啊，他在旁边看。
他在旁边看，开玩笑。哎哎，跟他 close up， 你看看，他是新加坡的股王。对呀、啊。最好去看看来呢。那做大波叫做拍摄啦。哦，王力啊，王力，股后，股后啊，股后啊。啊，股后啊，来，小贝你看我。来跟大狮子，哎，要讲什么话吗？没有话讲，可以换歌吗？你还要换歌啊？干脆不啊，干脆不啊。可以啊，渣渣啊，渣渣啊，你打什么？打渣渣还是波波渣渣？可以啊，干脆不。啊，干脆不，换干脆不 ，OK。妈的，一首歌。哎，哈说应该比渣渣容易吗？没有，渣渣他比较难打。渣渣比较难打，对啊。他要是给他，我们就顺他。阿摩叫讲都。Don't play play。对，很久没有看到佩芬打鼓了。他说卖怕被怕恰恰。怕过怕过。来，哎，这师鼓未怕哦。佩芬怕过怕过，可以下个月过八度。你安静啊！来，带来这一首。我歌啊，老师。哇，还有录音呢。来，一，干一杯。你讲爱干一杯嘛？啊，一、二、三、四。啦啦啦，一个你我相会，何必讲出的气话？咱着比命做伙，笑就不再干一杯。天要来干一杯，干一杯，天要来饮好饮嘛西嘛西。哎，分享啊，分享啊！既然你我相会，何必讲出客气话？咱着见面做伙，小酒不再干一杯。朋友来干一杯，干一杯，亲友来饮好饮嘛西嘛西。太厉害了，来，哎，帮我们分享啊，分享，多一次的分享，难得哦。李佩芬会主持，会唱歌，会演戏，还会打鼓哦。朋友来干一杯，干一杯，亲友来饮好饮，嘛西嘛西，哦，什么困难袂来解决的问题，甘是嘛？掌声鼓励鼓励，卡声了卡声了卡声了，看一下看一下镜头，看镜头，安装房的味道怎么样啊？味道很喘，味道卡声声啊，卡声声，真的呀，要扶那些打鼓的，对呀、啊、真的手又痛，对不对？真的脚又酸，连续三个钟头没有 stop 耶，真的，对，真的很难，真的，他比我们这种脚短手短的打更难了。老师你很厉害，真的，所以很佩服你。所以，你你怎样？老师也干苦了哦。没有，全世界啊，如果玩音乐啊，打鼓的最真的不简单，真的不简单。真的，那手臂要好，脚不要好。听得到吗？听得到我的鼓声吗？当然听得到啊。然后为了呈现好的节目，都碰围啊，对不？一看不然会有 injury， 对不对？一看就知道淘宝买的。不要胡说八道，这个我跟圣诞老公公借。
界的，看不出来吗？这个应该是我在捉鱼的时候穿的，也一样。前面不练，前面对，怎么样？打得怎么样？很好啊。对呢，你要会主持的呀。新加坡多才多艺。新加坡主持人谁还会打鼓？对啊，就是他一个。多才多艺。你也可以啊。不可以。你是打鼓还是打老婆？没有。今天我结婚四十年了，疼老婆都来不及了。对呀，难得的四十年，对不对？真的。要帮你吗？要帮你春节吗？等一下，不是一个问题。什么？你看。你怎么老了？我第一次也在跟人家讨到恭维。我们不要骗人，我们慢慢跟，慢跟啊！感觉怎么样？这样子讲话，感觉怎么样？你真贵啦！我跟你讲，你给这给头毛给我死啊！我跟你讲，你像白鹭，你本白未起。哎呀，啊你！他的声音，姐姐哈，他的声音，对啦，因为他真的，然后要有力才听得到那个声音，对，哎，我又没有什么力这样，对，这个 drum 这个，给你们听一下 ，bass drum， 专业的打鼓老师，来，抽一下，老师，一二 ，solo。哎，我老师打鼓哦，他这样子，我一眼望过去看哦，他好像只是出两分力而已嘞。不是，而且我们是在我在直播，我在很轻松哎。我在外国，我孙八最近小钟有来歌台，他就问这一班不输给超级夜总会那一班这个鼓。对呀、啊、对、啊。真的，他有讲过。啊。台湾人他说这个鼓真的不输给他。老师最重要，今天要支持我们的红包，大家。好不好？一封十块钱。砸锅砸锅。作为我们的建庙啊，这是建庙啊，不是活动基金啊。阿弟弟从我们神明当中呢接受这个福气，更加有福气哦。来，我们出力，那我们有一首算命俗官要唱的。是哦，那你别啊听哈，那你别啊，一边的在服务啊。是。啊，一边哈，我就来唱这首歌。来，那你别啊听。继续，我们的林时玲带来这一首算命俗官。多谢，谢谢，感恩。Oh,
不愿头壳头未老，
祝阮大汉咱的爸兄哈，还有咱所有现场的好朋友哈，希望大家拢平平安安，身体健康哈，大家都听歌愉快，谢谢哈。好，大哥点唱的歌曲，我下一次再唱给你听，好不好？今天我是有任务在身的。OK， 下一摆啦，下一摆有看到你搁唱给你听哈，我收起来你会点唱。好，继续再来一首，OK， 好，来继续为大家带来这首另外一首要唱给我们的朋友听，叫做《去吃掉》。
谢谢谢谢。我们今天又来贵人龙来集齐龙，又来一位嘉宾啦。是的，他是我们的李宏壮基层组织顾问，还有我们的谢谢欢迎歌唱老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宜兴节目。今天由我们的立新娱乐制作为您呈现宜兴的节目啊。咱们家我们那边有自由餐啦、啊、慢用啦、啊。是，还有很多美食哈、啊。谢谢哇，真多这个民主哈、啊，请咱真多这个贵宾来到家。看到我们的现场，每一年呢、啊、分成左边、右边。中间就留给我们的嘉宾啦、啊，神光普照哈，谢谢。今天要谢谢我们的赞助人，哎呀，这个真的，我们这个赞助人啊，每一年好像每一场的歌才都是两位好朋友为我们赞助，好吧？我们排名不分先后，第一位是我们的黄雅英，以及我们的洪兴全和家，洪兴全和家，感谢哦，感谢，感谢，谢谢你的赞助，谢谢。哥哥，谢谢。哎，你在歌台，你还记得吗？我们的上一次歌台的时候，我们的这声哈、哦，这个气音朵哈、哦，还给你一个大匾额，给你一个牌匾。哦，给我牌，我现在我放在 office， 放在 office 有。那那天迪呢的时候，就有给我们台主陈志伟先生 PBN 也是一个匾额，他也是一个功在社会。那个匾额我就放在我的做工的地方。是是是，这个意义重大，所以谢谢大家。谢谢，感谢感谢，林林志玲来。来，恭喜过金嘴哈，所以我们马上还有四个何佩玲来。来，掌声鼓励鼓励。哎，广东人哦，本身广东人哦。讨厌，等要讲教。广东手是应该是我。你的角色。我的角色是哎、欸，除了梁志强、梁婆婆过后，一直抓啊抓的。好像还有包美丽啊。包美丽是谁？建兵大哥。真的，还有一个那个周重庆。啊、那個、安迪欧西。安迪欧西都是反串。对，全部都是反串爆红。只有一个广东婆最衰，没有红到。广东婆的脸就知道我看我们改次要变成牛郎织女，一年见她一次而已。有没有啦？七月还会再见的、啊。七月，七月，七月。啊，你做管理季嘛，师兄我就。没有没有，可能今年六月啊。哎，如果管理妈生啦、啊，管理公生啊，还可以接啊。有、啊。就是说你还有档，还有。啊，现在还有档，还有空档啊。哎，阿飞。哎。来啦，特别期待你啊！等我个期待，我去，等我过去。我来讲就好，阿伯站起来了，一个，他有事要交代。阿伯，我拿出告，你听，我拿出告，你听。阿伯，叫我卖讲，阿伯先讲啊，红的卖靠边，靠边你落来。You go。OK。阿伯，我拿快和平来出告，你听啊，唱一条大字阿伯平安发财就。哎，那一首七点大字啊，送给咱的所有阿伯，送给大家啦。谢谢，听来平安哦，发了。谢谢。非常感谢我们的飞鹰大乐队老师，每次给他们的说我要练什么歌，他们都很快的，都马上都写了那个歌谱给我，非常感恩。
啊，非常感谢我们的零三七一坛，给佩玲每年都有这个机会站在这个舞台上与大家见面，非常感恩，非常感恩，谢谢。除了我就是我们的庆祝我们的中坛大元帅及我们大野波的宝诞千秋嘛，在此也要祝我们的零三七一坛休会天哦休会天闲，然后能够步步高升更上一层楼哈，来送上这一首中坛元帅，谢谢。
红尘痛碎我也悲，为人轻一家将脸，甘为痴一点只好来一些。八里来自四海，一夜心动满千，风声飘飞个难受，千人笑脸心间。生命总会要好，光秋会要好，等待的低头嘛拢是在心。只要有一心，管他为谁能不变，天滚滚会将酒有我破碎片，一心家归打拼生红人。红尘红碎我也悲，为人恨也恰中年，为人下苍生不变，家中大几年。红尘红碎我也悲，为人恨也恰中年，更为痴一点只好来一些。最新一点的呀，对，因为他们现在那边好像都很流行，不管神歌还是什么，都有那种电音的感觉。对啊，中大元帅，嘿，哪里有讲啊？我讲唔知这唱什么神呢？对对对，因为中间 rap 的话，大家都不知道了。对啊，所以要经由歌星的声音传递，我们才知道哇，还有这么多伟大的歌曲。谢谢你啊，学这个新歌不容易啊。谢谢你们苏珍来了，谢谢谢谢大家。苏珍大姐，我给你一个机会，好不好？那个贡啊，那个贡，安怎呢？那个贡啊，要来做那个宠物基金啊。苏珍啊，你泪莫乱咽嘛，等下老，你讲恐怕唱戏就吃得了。你莫拢拍无地，咱明仔去布马拉厝讲恐怕唱。耶，来我来啦，我在。来，现在我们有这个嘉宾嘛，反正我们今天开始在3月18号。我们的本庙已经在建庙基金要买会所，今天才开始第一天筹款哦。刚才我们的红包好像是卖到完，谢谢大家，我们卖到完，谢谢大家。所以现在我觉得啦，现在这个时间是刚好，我们的嘉宾这么多，我们的看歌台的人那么多，一人如果10块钱、5块钱，我觉得这个桶一定满。OK， 李佩芬捐50 ，OK， 等一下拿钱。OK， 王雷多少？50 ，OK， 一人50，我们有100了，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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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啊、好不好？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呢多多益善。所以这个艺术就是讲，刷落来这个歌星唱歌的这个时间，大家会使行来咱的台前，也无咱就叫歌星落去了啊。OK。我觉得你下去比较好哦。啊，还是歌星下去。都可以啊，我穿得很 sexy 耶。你这样叫 sexy 啊？很 sexy 耶。你有没有看过比基尼？啊，
有啊，游泳店有卖啊。有的，你没有看过？这个下去比较安全，因为要包袜子、包袜子。我讲你这种头脑是低的，穿比基尼，你给小人穿内衫内裤去受罪，对不？啊，不会啊。我你比基尼就是比基尼咯。我你穿咯。啊，你穿咯。哇。啊。未使。安怎呢？我等你起手啦。我又来就掉下来。对，不要危险动作。对对对对对。第一个来送东西给你了。送东西啊！谢谢谢谢，来抓紧时间，马上为我们的陈凯琪。来。现在我们这个时间。Hello， 我终于看到一个可以帮我们了。是吗？五十了，王磊五十。我搞这，我搞这，大哥大哥帮忙一下，大哥帮我们开个吉利一下，没错。对对对对对，看谁可以给我们看谁，看谁第一个。Mr. O。来第一个，第一个。我们那一桌也是呀，也是五十。我们的那个，我们的艺人那一桌，对对对对，啊，谢谢谢谢，就是你们留三位哦。哇哇哇，谢谢大家，来，来我们的艺人，红港的艺人，我给你唱给唱，我们不用唱了，直接耶耶耶，有你们就来了啊，有你们带头，功德无量，有你们带头，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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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唱第一首，哇，老师。老师几百万上下，没有没有没有，八十万起跳，他还要装修啊，这是爸爸连接，谢谢大家，慢慢来，我们谢谢大家，我们去第一首唱一首感动人心的歌，感动人心啊，什么歌？什么歌感动人心？是什么？第一首，我的第一首歌啦，感动人心啊，爱情最红胎，爱情最红胎，我们再来这首歌曲，爱情最红胎，哎，这边有没有人要捐啊？都可以啊，都可以。哎，不用急，等一下，没关系。如果不会满，等一下下去，好不好 ？OK， 送给大家一首《爱情最红胎》。Thank you.
千岁同台，不是头七摆，你当作不知，请你想我来。爱千岁同台，不如莫失赛，天尊几落摆，酒座无人摆。没办法耶，软起大家行善的，谢谢我们聊朋友哈，阿公有做献书哈，大家能力所能呢，范围之内呢，大家都是义不容辞。谢谢你们的每一份大爱，谢谢你们，我们众神哈，隆重的保庇大家哈，大家合家平安。那这个哈，那你好心的好意，我就交给你来管住啊。我来管住吗？呀，你不是要走到完没？啊，没有，你这块台上走吗？没有，我要去拿钱，我要放我的。哦，你要拿钱放啊？放我的。好，王雷大哥的已经放进去了，我的还没有。OK， 好，我们继续。努力，任何的方向都欢迎你们过来，多少都可以，都代表大家的一份爱哈。对，一份心意这样子啦哈。所以我要放在这边，还是我拿这啦？我拿这走来走去啦，我抱这啊。那今天欢迎凯欣，我们带来下一首歌。好，那梁大哥在哪里？梁大哥，哪里？你点什么歌啊？我刚才没有听到。别追呀！哎呦，我跟你心有灵犀嘞，我刚好有写这首歌。老师别嘴，谢谢，还有谢谢我们 Henry 大哥送上的红包。阿伯啊，开心跟您请啊，叫阿伯求个灵哦，求四万名，好，那希望阿伯保庇我们所有大哥大姐们啊，身体健康，万事拢如意。那送上的下一首歌曲呢，是我们梁大哥的点唱，也是我有写的一首歌，叫做别嘴。来，我们在场的朋友，还有没有人要放一点点小钱？一个心意啦哈，好不好？谢谢大姐。阿哥哈 ，OK 好。好，干部那边。买醉是为了爱情不渝，只是这人想我的。心的心无讲你，惊我要
家一首比较经典的福晋歌曲，叫做《杯子》，送给你们，谢谢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谢谢。当然要非常感谢呢，我们非常非常棒的乐队老师，我们的飞鹰大乐队老师，我们的新冠舞台邓冠祥老师。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晚间，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留下你的脚步呢，因为后头呢还有呢很棒很棒的艺人呢会来到现场呢为大家演唱啦，好不好？好，那很快来到第三首歌曲的时间呢，继续呢为大家安排这一首歌曲呢，是一首经典的华语歌曲，来送给你们这一首《骊山痴情花》，希望你们会喜欢。Thank you。骊山有位姑娘，小呀小呀大，她的两颗眼睛水呀水汪汪。的绿头发披肩旁，一把热炽烧太阳。骊山有位姑娘，娇呀娇呀呆，唱起那个情歌多呀多嘹亮。不敢朝着黄昏天天等，只是等他心上人。太阳那个山下有一天，冬去那个春浪有一天。痴情花守着我，雪花飘飘一起过了三年，多喜那个情啊从如烟，云山上痴情花。骊山有位姑娘，娇呀娇呀呆，她的两颗眼睛水呀水汪汪。绿了的绿头发披肩旁，一把热气像太阳。骊山有位姑娘，娇呀娇呀呆，唱起那个情歌多呀多嘹亮。不管朝出黄昏天天等，痴痴等他心上。太阳那个山下有一天，冬去那个春到有一年，骊山上痴情花守着我，雪花飘飘一起过了三年，多喜那个情郎曾与如云。谢谢我们的阿青，谢谢大家，谢谢干爹，谢谢姐姐，干妈，干嘛？我就问你干嘛？我看你当你捐的嘛，好，那我到我的，哎呀，谢谢我们的李师傅，慢慢啦，按一步一步来，几百块、一千块，因为上少八十万起跳，上少八十万，是一笔很大的一个数目啊，是，不可能一年会完成。希望阿伯哈分财运给大家，让我们活水哈，哇，迎刃而解。对，没必要把侬，没必要上紧要偏财。希望你们都是有这个福气啊，有这个财气。今日咱上上大的一个目标咧，钓偌济，即阵会再讲了。会再讲，会再讲。哎呀，你无做迄个叫什么？六十三岁嘛，我跋脚跋到走路，全世界本来知影。跋球吼，跋球有，较新话有，拢有啊。我钓目标啦，一世人啦。啊，上大，做多少？我讲你唔上。OK， 我猜100000。哇啦！哎呦，屁啦！没有这么多。哎，跋桥人呢？你看我输偌济哦，就是咧拄好今日这个日子，1984年3月18号，我钓这个马标来抓。哇啦！哇，提供给你这个钓鱼标，26000。哇！人生才到63岁，啊！你跋桥人头一摆钓马标钓26000，唔捌钓超过。鱼标啊！鱼标，什么字啊？38厘。38厘。我不再还一下落你的，我举四分的举啊。为什么？那上个票的，上个不，我古早做建筑，栽草栽花。建筑甲花甲草。
因为我们要在那个草，你新罗开始就要种草，就用用草。我那是栽的。我栽用草，啊去看芒果拉种。哎呀呀呀 ，driver， 你一世人做真侪 driver 咧，你最再操再个当兵嘛是 driver， 再个你从兵本做 driver， 一世人做 driver。我感觉你的粗鄙的，你的 history 我拢。我你感觉是唔是我粗鄙？你感觉是我倒头的。我啥代志你拢会知？无可能，因为你真啰嗦，你大概讲少啥？对，你到八四年啊，就是你离家的景点，我调了买票。26000。没有刚好正月初四。你刚好来栽无？你刚好来栽无？一，你去找一到84年正。月初二就对了，三六八二，哇！我真欢喜嘞，来，我26000嘞。初二嘞，结果初五，我拉开我，月经无来。哎呀，不是啦。没有，我们就结婚了。哦，伊讲得不多了。啊，就结婚了。啊，不，没有，还没哭，没有哭。什么时代？我们84年已经开放了呀。我有了。OK 了，我很开心啊，对不对？感谢阿伯叫叫我。我先看小波声哈，来，那我们接着下来。也听母亲，他 OK。母亲啊，妈妈的发声 ，OK 吗？你唱，你唱。我你也唱。猛个人，我唱歌。阿贝，我们准备一下。阿贝，我已经不要求过了。我做直播4年，我的声音已经坏掉了。他全身都坏了。对，只有一个嘴巴没有坏。我刚刚上那个吴宗宪的节目，他有要求一首歌，不是他要求我一首歌，一支小和尚。那你们唱？我都不能唱，一支也不会唱。对，没有，我声音沙了，拿来已经沙了。好，我们先欢迎我们的朱丽丽小姐。我觉得还 OK 啦，吴青。不是妈妈的发声。阿伯啊，小妈妈，小母亲，这条叫母亲。妈妈，因为我去年的时阵，哦，我跟你唱对不对？母亲，志伟就是问我讲，母亲你也要唱，无结果来是妈妈。母亲是阿吉拉，妈妈是洪永红。哦，我们准备一下，等一下我帮你准备歌词，应该没问题啦。有王雷在吗？我们也下都一定是逼车了，可以赛吗？我其实讲的，你当面白给教了。我，你讲你唱歌嘞？唱歌袂赛。那唱歌就袂赛啊。和音也赛。天啊！人生五年，我录了我做歌手26年，第一次录了最后一首歌。我人生最后的一首歌就是跟黄明志一起26，最后有。一起，所以就没有了，就没有再录。还会有的，还会有机会。不能唱了，真的不能。还会有机会啦，一首歌，一首偶尔录一首歌可以的。那好像你们过年歌。那我们今天也录了这个喽。过年歌啊！祝你新年万事好。OK， 加油啊，加油！好 ，OK。什么歌？来，第一首歌为大家伴是一首《爱情的判处》，挂蒙利。来。真的啦。剪短头发的。电头发。来，朋友们，这一首歌曲，你可以模仿陈小云吗？阿诺，卡声跳跳啊！陈小云卡声，你都无卡声啊！忘记我，放下你，我只想天顶的仙女，放下你，我只想高山的仙女。千千万万年，讲啥你永远。
阿伯，阿伯，行到煞尖了，煞无来了啊！哦，伯啊，就你，你这甲种的阿伯，请安。伯啊，你坐到，啊你坐到，我是讲你要来到坐，你坐到安尼啊？啊？安怎？坐到无意思啦，伯，坐这啦。 真假死嘞！叫我，我真假死嘞！真假嘞！叫阿伯坐坐，坐坐坐坐。啊，无啦坐坐啦，啊无交易你唔坐要坐涂骹兜的，袂啦，无你若坐，你若坐我本坐咯。我贵啊，好咯，<笑>我感觉快变色了。<笑>好来。 伯啊，我唱一条这个三声无奈无，你听嘛，好唔好？好唔好阿伯？三声无奈好唔好？好啊，阿老师，你叫我跪就是这条歌，但都爱唱了。 Ooh.
叫我跪了。感恩阿伯啊，行情歹歹啊，加减求甲袂去甲人借啊。我定，哎，我算盘，感恩阿伯，摸一声。我惦山塘边，啊，搁有一支笔嘞，我搁有一支笔，啊，毛笔啦，不是叫笔啦，毛笔。惊，我接。哎，这你们听蛮好势嘞！一接，哎呀，接袂着，因个好，因个好袂，我过来，叫旁观天气，哎呀，心生。唱歌啦，迄老师，我再一时，我再想袂起，想我过拍秋霜的了，出山的了。哎，阮每日目屎滴是哎安哥，你看，你看这边阿伯有哭无啊？你是看阿伯有哭无啊？阿伯你有哭的咩？无吗？心吗？好我哭啊！我在度啊哭吗？我无哭，吼、哦，无等下你叫我哭。啊，安娜，我真够哭，我真够哭的呗。嗯，你叫我做爸的物件，我无强哭，我上强了。全部给我鼓励，听哦！阿伯讲我若流目屎，你若全部都要加鼓励，有听到无？即忽然间，阿老师啊，把你心啊滚滚。Close up 一下，都别讲。
close up 转一下。今天就是咱的歌台的赞助人，我们的洪兴全老板、啊。我们也要谢谢黄雅英。啊、真的哭了，哎，可以直播来看一下。哎，不是演的哦。啊哦。啊，主席，啊，主席，主席，主席，啊，钟明。对对对对了，有啊，我们的赞助人黄雅英，以及我们的洪兴全所赞助的，所赞助的，谢谢你支持啊，感谢啊，等我啊，来，阿伯点球妈妈，这首歌很少，不亲啊嘛，不亲，很少女生唱，很容易的，很短的，很短的 ，OK 的 ，OK， OK 的，是看了知影伊老花，哎呀，目镜嘛，唔是，我有一段唔知是甚物来。喂，来你放大啦。我有一段唔知是甚物来。哎，对，来音乐来就可以了啦。妈妈的目屎。老母听见。哎，欢喜也是目屎，艰苦也是目屎，也是甚物？欢喜也目屎。哦，安尼哦。啊，来来来，细说啦。哎，我好见过你，要相信我，是这样唱的。来。也是很惨的歌。好，弟弟，我跟你讲，想当年我的，我的教条啊，输掉给听唱歌逼切。是条歌，跟他，哦，很感恩啊，是，就把歌词融入你的脑海中，那个 feel 就出来了。Yeah.
在线的朋友，为这首歌现在这个时间唱，每个人都会吃到心里，因为礼拜都是清明，是要祭祖先。清明节，哇，本来他很难过的，他看到100块，他又很开心了，这个情绪起伏非常的大。因为清明节又来，因为大家都知道，要祭祖，要祭祖，是希望大家祖先保佑，所以能有一颗孝心。阿伯有交代大家，叫我讲，最重要，如果你要事业要好，你偏财运要好，你的运气要好，不用什么拜神啊，不用什么什么的，最重要要孝顺。是的，孝顺。我们的阿伯来跟我们讲，孝顺是他第一选择。如果你要改变你的命运，你能孝顺下来的。我说到孝顺，我应该是 number one 吧？对。呀，我妈妈，我每天都有鱼翅给她吃嘞。孝顺喝吧，一家喝。孝顺现在来讲是我们的培分，我们的培分排名第一。认真的，因为从小妈妈就陪到现在呢，对不对？四十多岁还在陪伴她。你会直接讲我60岁拿 CBA 了？是吧？阿蒋阿伯叫我不要骗鬼啊，不要骗人。来，谢谢。好啦，阿伯，谢谢我们朱丽丽。谢谢，这个手机帮我丢在后面就可以了。哇，来，你很有钱哦，手机用丢了哦。哇，也不好意思叫他好好放嘛，给大家大姐呢，随便丢就好了。哎，这位唱歌最近一直上我的直播，我又带着他一直跑直播。好多朋友都给他哈狂刷好评，掌声。我们的黄秀平，黄秀平，秀平来啦。回应他也是回去，刚刚看到 Facebook 看到了，跟爸爸回应你是吧？对，跟爸爸爸拍照那个也是很新，是，那也很有感觉。对，你有看到我写吗？有感觉，我一边写边哭哎。因为他爸爸想带他去唱歌，带他去学校，而且他跟朋友出去的时候几点都等到他回来。哇，很好嘞，因为他要看你都跟谁混在一起。跟我爸爸不一样，你爸爸是这样，妈给你别等出去。以前回来没有，以前刚崩是这样，以前刚崩是这样，为什么不要给你回来？怕你就你的时间不是你的时间超过就不要给你回来。哦，你硬要进来那个我们以前的wood的用不是 T， 那是你不听话，木材啪的，我们以前的现在没有。你现在还有用藤条这种东西吗？没有没有啦，哇，我们小时候也被砸到一个不行嘞。对呀，听说越打他就越。听说现在小孩子你打他，老师还会来访问啊 ，interview 啊。讲真的，对，还会问你孩子，哎，为什么这个黑青啊？为什么这个？这拜囡仔，跟他熊猫嘞，对啊，这拜囡仔，捧一家老呢，阿妈吃阿妈吃股票，跟拉三拉三，以前负债啊，扣起来，最抓抓这个感觉来讲，还没有5分钟，真的，很幸福哈。所以今天大家加油，加油，都有的所有的宝贝都快乐成长。是的，因为最近秀平也是学了一些直播。直播台，嘿，因为歌台没有嘛，都很多跟很多的巨星一起，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卖东西这些，谢谢王雷，没有，给他赚一些，对不对？老公都不错，不是，老公都不错，不错，连两夫妻都在赚钱，对对，一起。所以我比较心酸，就是他出国就要放掉孩子，这个是比较那种上的嘞，不是怎样，孩子都要跟住妈。家里有 helper， 有 helper， 有车，有车，有房，有房。但是要跟住妈。有钱，对不对？要有钱。所以，对不对？还要离乡，在印尼嫁来新加坡。是啊，这是还要放弃家庭去外国。以为叫的一个好郎君。嗯。哦，想讲是一个好邻居，结果是破铜烂铁。不会啦，人家先苦后甜。她老公是我的徒弟啦，她老公是我的徒弟，好吧？因为每个徒弟就要向他的师傅学习，孝顺，向师傅学习。那你要学到很好，你要挨也过尾盘。什么歌？阿伯啊，头一摆要来个头前唱歌哦，你要跟公益公益。要唱福建那种伤心的歌嘛？随便啦，你有吗？啊？讲较紧啦，阿伯，讲较紧。哦，我讲阿伯，伊真正福气。你两位坐帮手也唱歌给你听。头先你讲阿伯头一摆来头前唱歌，你想讲我无听到啊？啊，听歌。呀，阿伯歹势啦，实的伊60岁了，有当时有当时会拍架。什么歌？我将要伤心啊，阿伯，我将我带来一首林心的歌啦。OK 吗 ？OK 吗？没有，你本来唱什么歌？快歌。快歌。啊？阿伯可以吗？有敢唱吗？有敢唱吗？啊。
心头吧啊，你会心头吧？啊，心头吧啊，心头吧。你要想想我的翁哦，这个我跟你离婚，我靠有查某，压你女去过。不可以啊，那个应该是开心啊。爱想讲，哎，老爸母无伫身边啊，你看，爸母心头啊，对对对对对，想妈妈，身边，想妈妈，想妈妈，心头啊，想妈妈啊，应该多少？先逃吧，女生应该多少？多少多少？尊啊尊啊尊啊！我虽然没有在歌台，我都还记住。我们男生晚上尊啊，不准我跟你洗底裤。哎，天干咖啡，先逃吧。
过来。好，哎、欸，来，我们这边有安迪的歌哦，这安迪每次有看到的秋天变，秋天变，秋天变，女的女的，安迪我每次有看过你的。你老狼看阿健要老狼的。你看看，看掉了。有了，有看过了，我找不到你的位置了。秋天变，秋天。哎，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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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从从林立陈金浪，他看歌台看到现在，慢慢来慢慢唱人曲啊，歌台慢慢来，他最少看歌台四十年了。伊人 Q 到你的脚吼，我知我知我知，对不对？哎，你后背人 Q 阿妈阿妈，你看歌台几年了？唔止啦，陈金浪得看到这句，陈金浪阿妈陈金浪死二十年了，你给我看十年。有时啊，你久未？可以啊，阿妈，阿阿妈，我袂要叫我教你。阿罗，伊人钓钓，伊人钓钓，伊人钓。哦，你暑假看我。啊，对对对，别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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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不理了。要不第一次我看不出。你暑假看几分啦？哎，我听到了。好，你啊暑假看我哈，感谢感谢啊。阿妈，政府分500块慢慢开，慢慢开。哎，别别别，后尾人钓钓哈。阿妈，你在我家买鱼啊？哦，这不重要，不重要。来，那因为我们的这时间上的关系，应该还有一首歌的时间。什么歌曲？好，就先来我曾用心爱着你，快板，快板的，快板。对对对。OK， 我们来一首潘美辰的歌曲。OK， 谢谢大家。那这边交代一下，听完这首歌，高义拜托赶快 Q 一下，好不好？但这首歌呢？可能。可能我。可能我。来，你的下一场歌来。Oh
王秀平 from Jakarta。 随着这首歌，也就是我们今天立秀来就呈现所有的节目也要告一段落啦。再次感谢我们歌台的赞助人黄雅一以及洪欣，谢谢我们的黄秀平以及我们的全场主持人李飞芬，谢谢我们王磊以及我们的全场伴奏乐队飞仪，以及我们的舞台灯光音响星光舞台灯光音响。在线的朋友拜拜，谢谢你们，晚安，我们下一场再来见。